用心思经商，你的福气好的实在有点儿太夸张。嘿吼嘿哈，功夫练得响当当。嘿吼嘿哈，牛皮吹得会发光。嘿吼嘿哈，我们最爱疯狂幻想。嘿吼嘿哈，搏斗技巧吹喂，乒乒乓乓是一群骄阳，锅碗瓢盆都失去方向，朝阳洗脸水气水都大声张。七色彩莲已经枯萎了，你们已经彻底完蛋了。是谁在偷？哼，放出最后的黄色莲蓬。黄色必须死，杀！黄色！我站住！还想往哪里逃？黄色的砍了、不要啊不要啊、黄色拿下砍了、我冤枉啊，那些都是老人斑啊、砍了、等等、为什么要砍我，我又不是黄色的。你姓什么？我姓黄啊。这就对了。不要啊，这还有王法吗？哎呀，嘿嘿嘿，黄色必须死，继续送。是。啊，黄色必须死！哎，惨了惨了惨了！有了。惨了惨了惨了！这下可怎么办呢？奇怪，跑哪儿去了？啊，有了！谁？是咱后跑！哎呀！看来真没人发现我呀，逃喽！你没长眼呐！是。你赶着去投胎呀？我赶着去小便，我先走了。慢着。我怎么没见过你？我是新来的，今天刚到。新来的？你怎么长得又矮又肥的？是因为我小时候三鹿奶粉吃多了，才成这样的。管他高矮胖瘦，能抓到黄金贼的就是好士兵。黄金贼？没错，黄金贼罪大滔天，他们除了好事以外什么坏事都做。
欺负小孩，抢了人的养老金，还闯红灯，总之很荒唐暴力啊！人人得一诛之。啊！冤枉啊！救命啊！黄金贼，快追！是是。还愣着干嘛？快追呀！黄色必须死！救命！救命啊！你们几个还等什么？别让他们逃了！杀！杀！他来者何人？一两。二三四五条，一毛过去四翘翘。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？居然还敢念诗，而且还念得这么难听。哎呀，你可以侮辱我，但不可以侮辱我的诗。陆小朵，哼，如今敢阻碍我们捉拿黄金乱党，给我杀！十个，我要打十个！哎呀，这么嚣张！所有人一起上！快喊救命！哇，陆小果，你好棒啊！陆小果，哎呀！陆小果，你怎么打我呀？你这个又矮又肥的甘蔗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这个交给我们。我们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别打脸，真是自己人呐！真惨呐、打成这样，一毫子也残废。这个甘蔗长得又矮又胖，营养不良，罪有应得。喂，你们有点礼貌好不好啊？陆大侠，这个家伙应该怎么处置？陆小果，你这是怎么的了？快放我下来，我这破落吹雪呀、我都不认识你。什么？陆小果，你这是快开什么玩笑啊？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的。我知道啊。听。快跑啊！
抬不起来，两个饭桶。大人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事情是这样的。挡路者何人？陆家庄陆小果，是也。大人，就是他打伤我们的弟兄。哦，他长得这么弱智，你确定没认错人？就凭他那坨鼻涕，绝对没错。你们又是谁，敢来我这里撒野？吾乃东方丞相麾下骑兵团团长斜眼狼。哦，独眼狼。陆小果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暴力抗法，我藏黄金贼。这里没有什么黄金贼，只有你们这些欺负人的大恶贼。哎呀，好小子，给我上。等等，别乱动，我们有人质。人质？人质在哪里啊？我如果你们敢靠近陆家庄一步，我就把他干掉。这把矛肯定能伸缩，没想到连你陆小国也会玩这个呀。哎呀，大人，那个矮冬瓜是我们的人。哦，嘿，哼，身为执法人员，要有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。矮冬瓜，你就安心上路吧。啊，小亚郎，连你也不认识我呀？你和陆小果是不是被豆腐撞傻了？哎呀，这玩笑也开得太大了吧。你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吗？我刺啊！喊什么喊？被刺的又不是你。哎呀，刺错了，再来。嘿，我哎呀，陆小果，你不是来真的吗？我刺！哎呀！哼，你们知道自己打错人了吧？我都说了，我是菠萝吹雪了，是菠萝，不是甘蔗。你惨了。哎呀！你这个矮菠萝，居然敢穿着马甲来骗我们！放箭！杀过去！再等等，你又有什么话要说呀？这次有话说的不是我，是他。没错，各位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哦，这关乎我的性命安全。可是今天情况紧急，我不得不说了。哦，快说。那好吧，听清楚了，其实我是卧底。卧底？你们有所不知，我原本是个很有前途的甘蔗，但在我3岁的时候，爹娘被黄金贼所杀，家破人亡。从此我发誓与黄金贼不共戴天。为了做卧底，我还把自己染成了黄色，也是为了不忘记家仇血恨。爹娘，今天孩儿终于有机会替你们报仇了。大人，依我看，陆小果他武功高强，脑子又有点问题，我们硬碰硬没好处，不如让我做说客，劝他不要做无力的抵抗，交出黄金狗贼。
姑且谢你一次。谢大人。我刺死你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。哎，不要啊，陆妖国，我是骗他们的，这叫做缓兵之计。哦，听我解释。大人，你不怕他又是在耍我们的？我们人多势众，谅他也耍不出什么花样。哦，菠萝吹水，是我错怪你了。你家是菠萝吹雪，我早跟你说过了，我是自己人嘛。哎呀，哦，陆小国，就凭你们几个人，怎么抵挡得住雪亚狼的大军啊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死定了。村子里的年轻人喊出来，我们或许还能杀出一条血路。可是村子里就只剩下他们几个了。最近传闻蝗虫过境，年轻人都跑到城里去避难了，只剩下我们这些老弱病残的了。怎么会那么巧遇上蝗虫嘛？哎，慢着！看来我们不可力敌，只可智取。这么久还没搞定啊！我菠萝吹雪，吹的不是雪，是血，是剑上的血。我陆小果也不是随便的人，可我随便起来不是man。怎么回事？大人，既然陆小果不肯投降，那就让我来解决他。您不要出手。今天我要手刃黄金贼，杀杀！嗨呀，嗨，嗨嗨呀，嗨呀呀，嗨嗨呀，嘿嘿嘿嘿，嗨呀！他们好像不见了。啊！糟糕，我们中计了！中计！他们一定是串通演戏，拖延时间。我们冲！冲啊！等等！黄忠来啦！快逃啊！还想骗我们？就有你们的份儿，快撤呀！他们真的被你吓跑了耶！我叫菠萝吹雪，不叫菠萝吹水。哎呀，是啊，菠萝吹水，用草编织蝗虫，在浓烟中的效果还是蛮逼真的。
要不是补了吹水的办法，我们早就被剁成果酱了。哇，吹水哥，你好聪明啊！菠萝吹水，多谢菠萝英雄救命之恩，我们愿献出身上的钱财，以表我们的感谢。好，我菠萝吹雪岂是这种贪图小利的势利小人呢？哇，太伟大了！太伟大了！哎嘿嘿，你们身上还有多少啊？这次我要踏平陆家庄。对呀，不对呀，这边还有一个人会出现才对啊！住手！呀！